winner.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y time machine. I just arrived to Changchun safe and sound. The weather here is so nice, so good. Isn't too hot. This is the teacher, Mr. Liang, who picked me up in the airport. Now, let my adventure begin.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I'm in China. I'm very happy here. Whoa. Wait. It's so amazing. Wow.而充实的度过。Jimmy， 你好。嘿，兄弟，你可要小心了。来吧，我已经上去往载我了。Writes the happy ending for everyone. Maybe the next
meet story will be you a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of China.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心理学专业的信息及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知识。我们今天呢，主要介绍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以专业相关的一些基本介绍；第二个谈一些心理学与生活之间关联的一些信息；第三个，关于心理学和脑相关的一些知识。那么首先呢，我们介绍和专业有关的一些东西。那第一个可能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就是我们心理学专业主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那一般的就业领域是什么样的？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就是东北师范大学是国际一流的师范大学，我们所要培养的主要就是老师，所以心理学专业呢，主要是培养的是心理健康老师。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毕业生以往主要是在这个中小学、大专院校做心理健康老师。那么，但是呢，就是心理学呢，实际上是跟各个学科都是有关联的。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呢，也有很多人那么在各行业里面都有这个都有所这个表现。那比如说，有在这个企业里面当总监的。有在部队里面发展的，有在政府做公务员的，那么还有在医院里面做这个就是比如说有在医院里面做这个儿童心理医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自己呢做这个机构的心理学相关的机构开公司的，比如说有做这个人力资源管理的有做这个心理教这个心理培训的那么这个就是就业的方向是非常广的。那尤其随着近年来心理学应用的发展，那么就业的方向是更加广泛的更加广泛的。那么第二个呢，可能大家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心理学专业就业之后，他这个收入状况。我这个做了一个校友的调查，那么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加以介绍，一个就是南北差异南北差异。我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体制内的什么叫体制内呢？就是说带有编制的。再有这个编制的就叫体制内的，那一般来讲就是收入状况南北是有差异的，南方相对来讲比较高，尤其是深圳，深圳一般来讲就是属于是在全国来讲是最高的，它那块也是非常就是欢迎东北师大的毕业生到那儿去工作的，因为东北师大的名声在那儿是非常非常好的，整个的这个东北师大就是培养教师的嘛，然后就是属于。我们的教师也遍布全国各个地方，声誉都非常好，发展也非常好。那么在深圳，一般来讲，在几年前，他的收入年薪是16万起，现在呢，就今年的新的数据是20万，20万就是多一些哈。我们今年那个心理学院就有个毕业生分到了那个深圳的一个学校搞出特殊的教育的心理学，那么他的年薪呢是30万是我今年新毕业的一个学生。那么其他城市呢？我们相对来讲，东北会低一些，比如说，东北的一些城市，一般来讲，年薪在几年前，有5、6万，那么这5、6万呢，实际上就是拿到手的，那么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住房公积金呐，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就是叫五险一金吧，就之类的，这是扣除之外的拿到手的，大概是5、6万的，就是实际的收入。那么，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
比如说我就拿唐村市做这个例子，那么就是说这个各区啊都给大家有一个奖金，那么收入大概就在10万左右了啊，他们都补了很多，比如说一年补个4万到5万的给他补回来了，就是为了让这个收入提上去，教师待遇上去。那么这是南北差异，还有就是体制内外差异。一般来讲，就私立的那种啊学校啊，它这个收入会更高一些，当然也会更辛苦啊，也会更辛苦，它会比这个体制内的要多一些，但是就是工作的强度会特别大。那这是总体的一个状况哈。当然了，你这里面比如说你根据你将来的这个。这个就学历的程度啊，经验的程度啊，收入可能会越来越高。我这里指的比的就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他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收入情况啊，基本的收入情况。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心理学专业的杰出的校友及其表现，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名师代表。啊，名师代表，我们说了，东北师大是国际上一流的这个，就是这个师范大学，所以我们培养出很多名师。我们有那个校友的这个调查啊，自打这个心理学院成立以来，我们心理学毕业生在这个各个行业它的发展的一个状况哈、啊，还有统计，我们发现哈、啊，我们东北师大就心理学专业出现了很多的名师，这个名师有国家级的名师，省级的。啊，还有市里的，然后据调查，有47%的获得是市级以上的就是奖励，那么90%以上的获得是县级以上的奖励。一般东北师大毕业的都是在，就市级以上的哈那种，那种这个就是工作的这个地点，啊，第二个就是科研校这个校友代表哈。我们科研校友呢，就是属于，自打我们这个就是心理学院成立以来，有了新的这种，国家也有新的那种就是那种评价的这个标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有长江学者呀，四星人才呀，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等等。我们有很多老师哈、啊，比如说有顾秀燕老师，早期的毕业生啊，毕彦涛、陈迪等等哈、啊，他们都是做长江学者的。有的家长和老师可能不太了解长江学者是什么，但是很高的一种荣誉，你们可以在就是属于这个网上查一查。那么得了这个荣誉，他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个薪资待遇啊，还有这个就是科研的奖励呀、啊，还有这个课题的这个资金的资助等等啊，都是很高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跨领域的杰出校友代表，我们跨领域的呀也有很多在各行各业的啊，在各行各业的。那么就是比如说在政府里面的有这个还有在这个企业里面当总监的啊，在政府里面当的比较重要的这种官员的哈，这里面我就不细介绍了。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自己开公司开机构的，包括我的学生毕业了，研究生级别的哈，他毕业了，然后他是属于比如开公司哈，他就是属于即使在疫情期间，他的年薪也是在100多万最后的，那么有几百万的就很多了，所以这里面也就看大家这个就是投入的程度，还有兴趣点啊，兴趣点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道路。第四点呢，我介绍一下课程安排。课程安排，那我们心理学呢，一般基础课呀、啊，有这个，比如说基础的啊，就是将来无论是做科研呐、啊，做应用啊，那么都是需要的。比如说有这个实验心理学，他就讲就怎么去做实验，怎么进行研究的设计啊。那么有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啊、心理咨询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基础课。那么方向课呢，它也是很重要的。那比如说心理测量啊，心理统计啊，那这也是很，就是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些啊。那么还有一些选修课，比如说人力资源与管理啊，消费心理学呀、啊，管理心理学呀、啊，能力心理学呀、啊，儿童异常心理学呀、啊，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哈，这些都是有的。那么除了这几方面呢，我们还有实习。啊，实习那一般来讲，你看我这上面的相片哈，就是我带着大家就是走入社会去做心理学的一些服务。那么走入的比较广啊，走入社区啊，走入政府部门啊，走入学校啊，走入孤儿院呐、那么做了很多很多关于心理学方面的这个服务工作。那我们这里课程方面的实习呢，一般来讲分为集中和这个分散实习。那集中来讲，我们会集中组织同学们到学校啊，到企业啊，做这种相关的
以学科有关的这种啊实践活动啊，当然是在老师指导和带领下去做的啊。那分散的一般的去，比如说有的同学啊比较就是这个选择一些跟自己将来就业有关的啊单位进行实习，这也是允许的啊，这也是允许的。那关于课程安排就介绍这些。关于我们这个专业的职业定位及价值呢，首先看一下学科定位。我们说这个东北师范大学就是朝着培养这个朝着这个国际一流师范大学去努力，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那还有呢就是为基础教育服务啊，为基础教育服务。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职业定位就是主要就是培养心理健康啊这个教师。啊，培养心理干教师啊，为那个就是基础教育进行服务。但是近年来哈，近几年来，随着这个国家越来越重视心理学，尤其在十九大之后啊，国家特别重视心理学的这个重要作用啊，重视人的心理健康，所以说心理学的应用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十九大中，我们的心理学老师的一个代表他讲了，就是说。就是国家的发展是离不开人的发展的，那么人要发展的好就要把心理学研究好，所以心理学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包括我们的习主席也经常谈到就是心理学的重要作用啊。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的培养方向呢，除了就是心理健康老师，那么近些年来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就是说我们培养就是为社会进行服务的心理学方面的人才啊，比如说除了这个在学校里面进行心理健康的服务，那么可能也是服务社会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实践活动之中增强了一个就是走入社会走入各个领域的一个心理学应用于社会的这种服务的实践活动啊，那个叫风信子社团哈，我就这个社团的指导教师。那么从这个实践之中，学生们都获得了很多的收入哈，很多的这个收获哈，获得很多的收获。那么第二个就是属于优势特色啊，优势特色。我们这个特色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啊，心理学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东北师大啊，在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包括在全国，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的啊，有一定地位的。所以我们这个一般来讲，东北师大的这个毕业生，他就是在全国找工作来讲，都相对来讲就是啊非常被认可的，因为都是我们的这校友啊，这个打下来的天下哈，就是这是比较好的。那么特色主要就是培养，还是培养就是心理健康老师。啊，那么扩展来讲，延伸来讲，就是培养心理，就是啊，就是辅导啊，辅导老师、心理这个咨询员啊、咨询师啊，那个还有家庭指导师啊，现在流行的哈，包括就家庭治疗师等等哈，其实都是往这方面在延展和扩深啊，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第六个可能就是大家比较感兴趣，就是心理咨询师啊。关于心理咨询师的认定哈，我们以前呢就是有个国家人社部的一个认定标准啊，就是参加一个统一的心理咨询师的考试，然后获得二级证、三级证。但是现在国家已经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呢？取消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理论型的啊，就是很多的人啊考了这个心理咨询师之后，拿到了这个证。二级证、三级证，他只是理论方面得到了一些支持，他不具有实践能力。那么真正的具有心理咨询师，他不单要有这个理论能力，还有那个实践的那种能力，实践解决问题能力，而且还要遵循伦理。所以后来因为考虑到这个因素哈，就是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国家就把这个取消了。那目前来讲啊，尤其是在疫情啊以来，那么被国家教育部比较认可的。啊，就是我这个这张图里面的叫 CPS 临床心理注册系统啊，就中国心理学会的一个临床心理注册系统，它这个评比是非常严格的，分成几级，第一级就是注册心理师啊，第二级呢是心理咨询师，第三级呢是注册督导师啊，那比如说我就是督导师，那么这个申请的注册心理师怎么申请呢？首先呢，我们刚才谈到那些基础的课程设置，那么是一定是需要的啊。可能有些人他是非专业的，不是学历教育，那么他要把这些课都要是在那种被认定的机构都学了之后，才能有资格申请。所以我们同学比如说来了这个东北师大学习，四年之后，那基础的这个学科啊学习这是没问题的。那么除了这个还需要什么才能获得？啊，注册心理师的这个资格呢，就是得需要这个
就是心理实践，比如说进行这个心理的咨询的这个时长啊，它一定有一定规定，比如说50个小时啊，或者是100个小时啊。那么除此之外呢，那因为是这个叫实习的咨询师嘛，啊，所以还需要这个咨询师以上的啊督导啊，至少是需要这个，比如多少他是多长时间啊？因为这里面有伦理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还有一些心理技能的问题。因为心理学的实践它是有很多的技术和方法的，那么这些技术和方法在国际上都是被通认的。啊，都是得同仁的，那就是说除了那基础课还是需要有这样的实践的这个时长，还要有呢就是督导师的这个督导，另外在申请的时候还要需要就是有这个推荐人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申请注册心理师得需要至少有2名以上的心理咨询师进行推荐然后呢这个材料里面还有就是说咨询的案例就是有语音的这种这个真实的案例的这种录制过程，然后就加上参加评审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评审呢是非常严格的，那评审之后就是这个含金量也是很高的含金量也是很高的。目前来讲哈，就是在这个国内哈，就现在就这个临床注册系统是比较被认可的。比较被认可的，现在全国的包括一些医生他们也获得了这个就是心理这个咨询师的这个资格一些精神科医生他们在里面进行了注册进行注册。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感兴趣说，在其他国家承不承认呢？这个就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而定了。那比如说像我学的一些东西也是跟国际上的，比如说催眠协会学的一些这个催眠的这种方法拿到了一些这个国际催眠师的这种证书那当然了，这个催眠协会是在国际上都是在被认可的。那拿到国内来我在进行工作的过程中是被认可的。那么这个中国现在目前比较认可的就这个 CBRS 临床心理注册系统。我想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些在国外的一些从业者他们拿这个其实也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那么主要作为心理咨询师还是实际的那种胜任力专业胜任力还有伦理这里面呢我就介绍这些第七个方面可能有人还感兴趣关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对心理学的影响。那么人工智能是什么呢？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属于英文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它实际上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那么主要是研究这个开发于这个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就是人的这种智能的一种理论方法和技术的一门科学这是人工智能。那实际上它与心理学的关系是什么呢？那么人工智能实际上它的就是属于很多理论基础是来源于心理学的，比如心理学派里面的符号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还有连接主义心理学对人工智能的产生它都是有影响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属于人工智能的对心理学也有影响对心理学有影响。那么人工智能它这个对心理学的影响就是比如体现在利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方法更好的去研究心理学，促进心理学的应用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叫 VR 的，就叫虚拟模拟技术虚拟模拟就叫 VR 那么它不是人工智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这种技术那么这种工具去好好的去很好的应用这个就是 VR 技术对人的心理呢产生影响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些东西。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我对于与心理学专业相关的一些信息的介绍。那第二个方面呢，我就介绍一下心理学与生活的关系。我们说人的生活呀，包括人主要研究人的心理的你要谈到人就谈到就什么，就会谈到心理学那么首先呢，我就介绍一下就是说心理学在生活之中的它一些就是人际关系技巧那技巧应用与否呢，那么对人际关系产生的这个效果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里面我介绍一个三明治的技术。什么叫三明治技术大家提到三明治会想到什么东西提到三明治会想到什么东西
那么三明治其实就是和三明治原理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给别人提建议啊，包括我们给别人提出一些批评的时候啊，那怎么去提才好一些呢？一般来讲哈，有的人就很直接，就直接去把建议提出来了，直接把那个不好听的话就说出来了。那么三明治技术是怎么样的呢？哎，我们前后都说好听的，中间提建议，这样听起来就比较委婉，比较舒服啊。比如对学生哈，比如这个孩子考试考得不好，是吧？希望他更努力学习一些。那一般的家长就常说是，你怎么考得这么不好？你要努力了哈，不努力你就要完蛋了等等哈。那一般来讲这样的话，这个学生就会很有挫败感，就很不舒服啊。那我们用这个三明治技术怎么去用呢？我跟你说，先找到他这个答的题里面哈，这个卷子里面比较好的地方，哎，就是说，比如说他字写的很漂亮啊，或者是某一点分析特别好，是吧？那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三明治的第一面，是吧？那个比如说，哎，你看你字的写的好漂亮啊，这种卷子哈，但是呢，就是你看你这道题哈做的不够认真。啊，你如果做的认真一些，多练一些啊，那就好了啊。这样的话，你就会提升很快，成绩有很大的提高。那其实这里面呢，就是三明治技术的一个应用啊，让人觉得很舒服哈、啊，很舒服。那么还有就是倾听技术哈、啊，倾听技术。那实际上倾听啊，其实就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做心理辅导，有的时候啊，没有去做别的，只是倾听了，就会有很大的那种疗效。啊，我经常和一些实习的心理咨询员呢去说，啊，就有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到没有帮助到来访者，但是你去倾听了，你去共情了，对于来访者来讲又有很大的疗效。包括我的咨询室里面也有这样的来访者，他来了之后一直在诉说，啊，诉说之后呢，我就给予共情哈和倾听，那么他就感觉哎非常好。我有的学生啊，在这个考上研究生之前，他在社区里做工作。他说：“老师，我在社区里面接触了很多，就是来做心理咨询的。我什么也没做，我就在那倾听，我一句话不说。他们觉得我做的可好了，所以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就是我们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之中，比如说在与父母的沟通，是吧？以孩子之间的沟通，包括伴侣之间的沟通，那么给予倾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里简单介绍一个 solar 技术，那么这个 S 主要是坐着，是吧？那投入的坐姿是很重要的，表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然后身体姿势呢是开放式的啊，开放式的，身体有些前倾的，眼光呢一定要是和对方有些接触的，就是尤其比如说家长和孩子谈话，小的一点的孩子，我一般喜欢坐在地下。啊，因为我坐在凳子上显得居高临下，那达不到那种良好的那种啊，就是被尊重的那种感觉啊。再有呢，要放松啊，要放松，要 relax。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真正的倾听啊，真正的倾听。那么做到倾听是怎么样呢？就尽力去不打断别人是很难的啊。所以一般让我让那个，比如说有那种伴侣来进行咨询的啊，就是伴侣亲密关系来咨询的。我就是说，你在倾听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对方在讲的话的时候，你用眼睛看着他，然后去倾听，是吧？你注视他，一种什么感觉呢？那么他的反馈说，简直太美好了，我感觉到更被爱了，更被尊重了。那实际上包括就亲子之间呢，师生之间的沟通，那采取这样的技术也会促进啊人际关系的发展。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亲子沟通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倾听技术，那么也可以利用共情。共情也是心理学中常用的一种会谈技巧哈。共情一般有五个水平的，有五个 level 的啊。那么一般来讲，达到第三个水平的，那就是对于这个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就比较啊，就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人际交往效果。那么就是这个第三个 level 一般就是情感反应。情感反应，比如说哈，把孩子的那个啊，就是那种情绪给他反馈出来啊。举个这样的例子吧，举个这样的例子哈，就是我家孩子哈，就是在这个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有一天回家来之后呢，他就很难过。他难过了，为什么难过？他就觉得他拼音不会，因为我是在国外留学嘛，他就是那个中文就没那么好。所以他回来之后就很难过，他就觉得小朋友考拼音的时候都会，就他不会，他自己是笨蛋是垃圾。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跟孩子进行共情方面的沟通。那怎么沟通呢？第一步就是理解孩子，并确保理解的正确。那怎么理解呢？这里面就是属于把他的情绪给反馈出来。
那一般来讲，在学校里面被调教了，会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把他的感受把它反馈出来，就达到这种倾听的状态了，共情和倾听的状态了。那么我就说，你看你在学校里面，就是因为拼音就是答得不好而被同学这个嘲笑，是不是感觉很丢人呢？啊，这里面对小一点的孩子，就用就是那个词啊，要非常那个要注意让他能理解的哈。那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会说，会感觉很羞愧，是吧？这个用词也就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我说你感觉很丢人，对吗？他就点头了，说是。那实际里面我们就进行共情了，我们就把他的情绪给他反映出来了啊。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进一步的去啊延伸和暴露。那一般来讲，我们家长一般做自我暴露的时候，他也是一种啊叫会谈的技巧，经常说我小的时候怎么样啊，我小的时候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好，你怎么就不行呢？如果我们要这么说的话哈，有很多的家长是这么去表达的，他就会把家长和孩子间的距离给拉宽了。那这是怎么做呢？我们自我暴露，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不容易啊，也有这样的不容易。那我就跟孩子暴露一下，我小的时候哈，拼音也不会，然后我旁边那个小男孩一在拼音考试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手捂上啊，卷子捂上不让我看。我为什么不会呢？我当初没有这个上幼儿园，我直接上一年级了，而且我还有更丢人的呢，我连名字都不会写，每次这个老师一留作业，就在同学面前说郭娟儿回家把名写三篇儿，然后同学哄堂大笑。孩子这么一听，哇，妈妈也有这么丢人的时候，比我还丢人呢。实际上这里面就找到切入点了。所以第二步呢，就是这种啊自我暴露哈，不怕丢人的，是不是？第三步，然后就引导了，就说，哎，那妈妈是怎么做到变得现在这么优秀的呢？变成这个大学的教授的呢？那么我就讲我是怎么学习的，怎么过来，怎么应对这种被嘲笑的。那么讲了之后，其实第四步就和孩子探讨他眼下的这个问题怎么去做啊。一般来讲就这四步走。第一个就是说总结一下，就是对孩子真实感受呢给予反馈啊，反馈啊。第二步呢就是自我暴露。啊，这么自我暴露呢，是把一些自己相似的经历给暴露出来。第三步呢，就是属于加以引导。第四步呢，和孩子共同探讨。那实际上我这里面强调是，其实就是达到这一点嘛，哈，做到良好的亲子沟通，要真正的去理解孩子。我们很多的这个外在的一些行为呀，那么其实它在深层底下，就反映是很深刻的很多的东西哈，不一定呢，我们家长呢就能反馈出来。这里面呢，还得是多理解和共情孩子。那么还有就是情绪调节技巧哈，比如说我们有深呼吸呀，有肌肉放松训练呐，有认知技术啊，冥想啊，包括催眠等等，这都是情绪调节的。比如说我们考试焦虑的时候啊，那应该怎么去处理啊？你现在就在这个中国，就是在6月份嘛，那么有中考和高考，有很多考前焦虑的哈，都有拒学和厌学的了。我做了也很多的这种个案啊，其中就比如说深呼吸啊，它深呼吸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深呼吸是不一样的，它是腹式的那种呼吸的技术啊，它能让人从紧张的情绪之中慢慢的平静下来啊，慢慢的平静下来。那它的做法就是啊，就是属于是用腹部去呼吸，那么当他吸气的时候，是膈肌下降，腹部是隆起的啊。然后呢，当你这个呼吸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就慢慢变平了啊。这是一种就深呼吸的方式。这种呼吸方式呢，那么就是在你焦虑的情况下，包括你暴怒的情况下，都是起到作用的。还有呢，就是那种肌肉放松的哈。肌肉放松的，比如说人在生气的时候啊，他就是很愤怒的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节呢？他可以用肌肉放松的一个训练。那么肌肉放松训练呢，它得有10多步，我们可以用啊，就是里面重要的一两步就可以了啊，一两步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咬牙切齿哈，我们中文里的咬牙切齿，那实际上比如说我们在就是非常愤怒的情况下，那就做这种咬牙切齿的这个肩颈后松的这种状态哈，那么会让感觉很舒服的啊，很舒服的啊。那么还有就是认知技术哈，这里我们就不多谈了，它是属于心理学这个咨询方法里面的一种技术，叫 cognitive 这个 behavior therapy 哈，就叫 CBT 哈，就是非常常用的一种基本技术。等有的同学来学习的时候，可能会学习到啊。还有就是冥想。
啊，还有冥想哈、啊，像那喜马拉雅上很多冥想的那种啊，就是这个音频呐、啊，还有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啊，这个视听的哈、啊，都这个视听的都很多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确实是对心理呢啊放松呢有很好的作用。那再有就是催眠。催眠其实听起来很神秘啊，但是在生活中是有很多的应用的啊，有很多应用的。那比如说哈、啊，我有的学生他说老师啊，我想变得勇敢，我学习上方面非常拖沓，非常的就是拖拖拉拉的哈，总是拖沓，怎么办呢？然后对我这种拖沓呢，我还特别的难过，我还特别的自责。但实际上这里面，因为他总是给自己一种消极的暗示，跟别人去比较，我这个不如别人，那个不如别人，然后我什么也不如别人。当一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的时候，他就会那种能力感呐、啊，还有那种控制感呐、啊，那种效能感都会很低，让他做什么事情不敢去做，甚至拖大了。那实际上这里面就是生活中催眠负的那种什么负性的那种什么自我暗示啊，负性自我暗示。还有的家长哈、啊，在批评孩子哈、啊，经常比如说因为一个事情做得不好，他就会说孩子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那实际上都是一种负性催眠。那么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不好。希望他好，但是用这种言语的方式呢，就会把孩子哈催眠成我们不想要的样子啊，我们不想要的样子。我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案例哈，都是因为这种负性催眠啊这种影响的。那真正的催眠呢，大家看这个图片哈，就是属于，比如说用这个表看终点这个哈，这个技巧哈，我们在学催眠的时候。也都会讲哈，也都会讲，这是使人达到一种恍惚状态。那么在恍惚状态下，然后呢，进行催眠啊，植入暗示会达到很好那种疗效啊，达到很好的疗效。我经常给一些亲子冲突比较严重的人呢、啊，我就让他去想，在生活里去想，我说，比如说和这个妈妈闹矛盾了，然后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气愤，想想就觉得生活都没有意义了，活着还干嘛哈、啊？情绪非常的糟糕。这个时候我就让他闭上眼睛，然后进入恍惚状态啊，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一下哈、啊，想一个片段，什么片段呢？想一想，比如说在这个个案之中是和妈妈的冲突，那就会想在和妈妈的这个生活片段之中，让他感觉到最温馨、最温暖、最幸福的片段，要很详细啊。然后呢，要催眠是什么呢？就把所有的感官都打开，越打开，催眠的效果越好。比如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啊，触碰到了什么，啊，比如说妈妈在做什么呀，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妈妈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穿着什么颜色的鞋，这是视觉上，一般来讲呢，就是属于视觉上有三样的东西，然后听到了什么声音，啊，一般也两到三件。啊，闻到了什么样的气味啊？然后妈妈的温暖片段是什么？就是动作是什么？一般这么做之后，啊，他对妈妈的那种愤怒的情绪就减低很多啊，减低很多。还有就是，比如在失恋之中常用哈，我经常教我的学生失恋之后都非常痛苦嘛，我说你就想，让你感觉到这个人让你感觉最难过、最恶心的那个片段，你最想跟他分手的那个片段。那个画面呢、啊？那个场景，是吧？那个场景给他想出来，哎，那个闭上眼睛一想之后，就觉得分手分的真痛快啊，就没那么痛苦了，啊，这是关于恋爱方面的哈，这也应用。咱们其实应用还是很广的，应用还是很广的哈，关于催眠，啊，比如说催眠在这个生产之中啊，是不是？包括就是属于疼痛的呀，啊，疼痛感的这个疗效方面也都有很大很大的作用哈、啊，很大的作用。我这个就是。还有这个被霸凌的，就是有恐惧感的啊，总之应用也是很广的哈，应用很广的。但是催眠技术只是说心理咨询技术的一种哈，在这里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讲解。那么就是属于关于心理学与生活的应用，还有在职业生涯指导之中啊，因为人的意识空间呢，它是非常的小的。我们后面会讲到哈，人的就是人的意识空间，那么一般来讲就是5+2个信息单元是非常短的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很茫然，很焦虑哈。比如说我在职业生涯指导过程之中，我的学生哈，他们就会面临很多关于茫然和纠结的哈这个事情。那有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博士毕业，他博士毕业做得非常优秀，
最后呢，就是属于在找工作的时候被清华大学啊就招收去了啊。那么大家一般来讲，哎，被清华大学就是那个就是招聘到就是当这个老师去了，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清华大学是这个是在国内是比较就数一数二的这种啊比较知名的大学，包括在国际上也是很知名的。那么就是属于对于他来讲哈，是一件很好的事儿。他的导师认为也好，他的这个师姐认为也好，他的闺蜜认为也好，他的男朋友、他的父母认为都好，但是他就非常的痛苦。他就不想去，他想回另外一个他的城市，家乡的城市，是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属于这个，就是一个小城市。他觉得我去那儿更舒服一些，啊，所以他这里面就做非常的焦虑和纠结，啊，他说人人不理解我，我就觉得我回老家好，但是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应该去清华。那实际上这里面在做职业指导的时候，就和我们心理学这个，啊，这个专业的胜任力又有关系了。我通过催眠呢，还通过这个啊 CBT 的疗法，帮他找到了什么潜，就是意识之下的潜意识，潜意识大冰山呢，找到他的渴望，他的需求。后期我才发现哈，那么就是在催眠之后，他就是找到了我们为什么帮他找到了为什么他不想去清华的原因，就因为他怕孤独。他说老师，我特别怕孤独。就是我又清华给我分是一室一厅的房子，给我分一个六人的寝室才好呢，那样多好啊，为什么要跟我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啊？你看就是和一般人来讲多么的不一样，是吧？一般来讲比如去了之后给分一室一厅的房子那是很舒服的，但是对他来讲没有陪伴就很痛苦很害怕，因为他有过创伤的经历啊，有过创伤的经历啊，这个创伤经历是什么我就不说了哈，因为这里面我们从伦理上来讲不能泄露人的隐私，只是大概说一说。我帮他找到之后，那就是说面对这种孤独啊，我们去解决，怎么去解决呀？他现在在清华可好了，最后他自己决定去清华了啊，他特别好，有那个流浪猫的陪伴，还找了一个室友，每天可幸福了啊，每天可幸福了。那实际上还有一点，我这里面指出的是，不是我们建议哈，我们做心理辅导过程中不是我们建议来访者怎么做，我们是引导他们，让他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去做对他们正确的有意义的一些决策。所以这里面主要是帮他们找到症结，还有就是职业纠结的哈，毕业之后我是去哪儿做什么哈，这里面实际上都是离不开心理学的一些技能和知识啊。第三个方面的主题呢，我们今天就关于心理学引导科学方面的哈。而第一个就是人格发展引导。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如从精神分析心理学来看的话，还有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等等哈，都认为什么呢？就是，婴幼儿时期是人格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那么这里呢，实际上也是有脑这个研究的依据的。啊，比如大家看这个图片里面，怀孕36周啊，到新生儿，那么一直到2岁，他这个神经元的发展啊，这个模式，那么到2岁的时候，神经元的连接是最茂盛的。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啊，是吧？那么很多神经元呢就被修剪掉了，这是因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就是我们脑的这个发展呢，它也是受环境的影响的，经常被刺激的这些神经元，它就会被保留下来。那么不被利用的啊，不被使用的神经元，它就会被修剪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哈，可能有的同学也听过狼孩的故事、猪孩的故事等等啊。他从小没有生活在人的社会里面，那么后来回归到人类社会之后，他错过了大脑发展的关键期哈。那么他想接近同龄人的那种心理发展水平、智能水平是很难的啊，是很难的。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父母孩子是领养的，那么后来这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领养，后来这孩子这个长性也越来越像养父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养父母的这种言谈方式啊、行为举止啊、应付方式啊等等啊，都会影响孩子大脑的发展。影响孩子大脑的发展，所以这里面我们有看到，就是说早期6岁之前哈，那么大脑的发展呢，主要是除了受遗传的影响，还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环境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异常儿童啊，比如包括一些自闭症啊、多动症啊、等等啊，早期发现，然后呢早干预，那么干预的效果才更好啊。这也是和脑的发展规律是有关的。我们曾经在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哈，就是这个在长春哈，
就是这个以前叫白求恩啊医科大学哈、啊，这个叫吉林大学了，现在都叫。那么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个妈妈特别敏感，在这个小孩6个月的时候，她感觉就是有点怪，是吧？有点怪，但是用这个工具去测量测不出来这个孩子具体是什么，但是有自闭症的这种倾向。那么到3岁半的时候测出来了，这个孩子确实是自闭症。不过到5岁的时候，这个孩子自闭症的这个现象就消失了。那这个主要就是干预的早。所以说啊，就是属于干预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是人格发展引导的例子，再有呢就爱情引导哈、啊，爱情引导。那么这里面比如说，为什么恋爱了之后，就是属于大家就感觉到另一方怎么那么美好呢？都是优点呢。这个时候不仅就是说和我们就是这个，比如说恋爱的双方在恋爱的初期都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还有和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尤其初恋时期，脑神经中枢的分泌有关的啊，分泌的激素有关。比如热恋时期哈，一般脑神经会分泌一些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等这些爱情激素，让人感觉非常非常的快乐啊，非常非常的美好。那么就知道的都是对方比较美好的东西啊，比较美好的东西。热恋时期呢，一般来讲啊，就是啊，就是平均时间就是7个月啊，7个月。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哈，那么这种爱情激素它的活性水平呢也会降低。啊，也会降低，所以说很多的这个缺点啊，对方的一些缺点就会暴露出来，啊，就会暴露出来，比较以前比较好的东西，可能现在就变成啊不好的，变成缺点了，啊，变成缺点了。那么在热恋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就是属于在这个磨合期的时候，可能以前好的优点就变成缺点了，以前就觉得非常理性。啊，那就哎，他太理性了，真美好哈。那么在磨合期的可能就认为，哎呀，没有温度哈，没有人情味儿啊。以前可能认为就是哎，这个女孩太可爱了，是吧？但是在热恋期的时候啊，在那种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影响下啊，那可能在磨合期就认为哇，神经质是吧？那是这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也是和这个脑神经中枢的它这个大脑分泌物质有关的啊。那么失恋之后呢，可那个就是属于失恋的时候人是非常痛苦。一般来讲在理性上就觉得应该分手，或者分手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情感上人受不了，所以就很痛苦。这个呢也和这个脑神经的分泌物有关系，因为在失恋的时候哈、啊，那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的活性水平又升高了，所以一般来讲让那个被失恋方有一种动机和冲动去挽回这个这段恋情，所以这个时期也是最痛苦的。一般这些最痛苦的时期呢就是15天，然后15天到一个半月的时候一般叫烦躁期啊，2个月之后一般来讲就好了啊，就好了啊。这是属于就是看爱情和大脑也是有关的啊，也是有关的。那么还有一个我要介绍就是网络成瘾引导，网络成瘾引导哈。现在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哈，就是网络的便捷确实给就是给学生们哈，给人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就是好处哈，比如说很容易收到一些信息呀，包括有一些不会的题呀，在网上一查也能查到讲解了，带来很多便利。但是同时呢，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青少年儿童的这种网络的依赖啊，网络的成瘾的问题，包括大学生也有网络成瘾的。那么这个网络成瘾呢，实际上它是有7个阶段的哈，这里面我就不详述了。我要说的是，网络成瘾和大脑它的变化也是有关的。那么真到成瘾之后，我们脑波会发生变化，这里面有个图是吧？一般来讲，我们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呢，一般是阿尔法波；在思维活跃状态下是贝塔波。那么经过这个研究发现哈，就是网络成瘾的儿童青少年，他的阿拉法波和贝塔波，那么就是都是脑波不正常，活性水平非常低，有的和老年痴呆的症状是一样的。所以说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呢，他这个脑波的变化和老年痴呆是一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网络成瘾的孩子哈，他最后瞅着他目光呆滞啊，目光呆滞哈，就是属于就是这种感觉一看就不正常。啊，是脑波变化引起的，还有是前额叶皮层的变化。网络成瘾的人呢，他前额叶会变薄的。那么前额叶变薄啊，就是让他思维水平、思维的活跃水平啊、思维能力都降低，其实也就智商变这个降低。还有是定向神经元的损伤。那么什么是定向神经元？定向神经元就是让我们人有那种模仿能力，比如说我们模仿我们同族人的这种眼神呐、啊，对吧？语言等等都是定向神经元。那么定向神经元让我们人有共情能力的。
那么地震是因为损伤之后会让人物化，什么的物化，就人的那种共情能力啊，物化就是让他变得就失去人性了，这也就是属于完了成瘾的对这个第七个阶段里面有的出现暴力行为，这个就是属于攻击行为啊，然后对人啊产生伤害的那种，那一般来讲他的近向神经元受损。我跟大家长说的是哈，这里面不要害怕哈，就是我们一般的就是孩子在家庭里面他是正常使用网络的、手机的哈，那么大部分的这个大部分人在整个群体里占60%，那这样的孩子什么特点呢？他是能自己管自己的、管住自己的，啊，他用的时候呢他就去用，他正常的事情、学习、生活不受到影响啊，那就属于正常使用。那么过度使用的一般占30%。他就是属于自己管不住自己，但是家长和老师还管得了。那么比较严重的就是沉迷了，沉迷他就离网络成瘾就很近了。这个呢占4%，占4%，就是家长老师都管不了了，感觉起来特别费劲啊。那么第六个阶段就是网络成瘾了啊，这是大脑结构出现变化了啊，出现了就是伴有焦虑呀、抑郁啊等等啊，然后是日堕。啊，日出而息啊，日落而作了，黑白颠倒了哈。那么人际关系受影响啊，学习成绩这个极度落后啊，有剧烈的亲子冲突啊，家长和老师感觉很头疼，管不了啊，一般到这样的一个症状啊，到这样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大脑就发生变化了。我要说的是哈，大脑发生变化能不能变呢？它还是能变的啊。经过现在的研究，通过一些行为心理训练，也可以把这个大脑进行这个啊进行的恢复的。比如说，我们曾经有个学生哈，是外校，他就是网络成瘾非常的严重，他是个大学生。那么就是通过运动哈，他爸爸带他骑行了一年啊，骑行一年他就恢复了，他就网络成瘾症状就会就消失了。但是呢，我们后期也要做好管控，否则很容易复发啊。这是关于网络成瘾。那么再有着关于就是。情绪与大脑，我们大脑啊，对情绪一般的本能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情绪信号，那么和这情绪相关的一些事件都会被激发出来，这就叫情绪的大脑。比如在这个生气的情况下，就把所有和这生气有关的事儿就都想起来了。常见的例子，比如在家庭之中啊，比如亲子之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手机使用时间长了，然后父母呢就是。感觉到就是批评他很生气，那么就讲讲你说你现在学习一个很关键的时候还玩手机，由于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情绪，就会想到，哎，你英语也差，你数学也差，你什么都差，这样的话就对孩子进行大量的指责呀，啊，批评啊，那么这样的就是本能的反应。那还有在家庭之中，比如夫妻之间常见的，在家庭治疗里面，经常就因为什么挤牙膏啊，什么鞋是否放到鞋柜里呀，东西怎么放啊，就是闹离婚的，那其实都因为情绪的本能反应引起的。那这个就叫情绪的大脑啊，这里面也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啊，有一个女士哈，她在早晨呢是属于很早就起床给大家这个做饭，给这个丈夫啊，给孩子做饭，然后呢她也有工作呀，做完饭之后呢，她就去洗漱，这个时候呢她在烤箱里面烤的东西就烤好了啊，烤好了她就跟她丈夫说，麻烦她把这个就是属于烤箱关一下，她丈夫说不会。啊，她不会之后呢，她丈夫又因为早晨着急嘛，她丈夫就说，啊，一大早上你就这个就这么涂涂抹抹的哈，浪费时间啊，你再做个 SPA 呗，再洗个澡是吧？这个时候哈，就本能反应哈，就是这个女士她的本能反应，她说当时我非常非常的生气，可生气了，生气是什么呢？就把她这个年轻的时候。她生孩子，然后她丈夫去看世界杯啊，想起来了，然后还把什么她婆婆对她不好也想起来了，把她大姑姐对她不好也想起来了。她这么一想哈，这么一连串的这个情绪的本能反应，她感觉怎么样？这日子没法过，要离婚了。这个就是情绪的大脑啊，这个就是情绪的大脑。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很容易就是因为受情绪大脑控制哈，然后这种情绪下把一些相关的消极事件都想起来。当然了，比如说把这个抑郁的情绪激发起来。会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哈，这都是受情绪控制的。那么还有就是理性的大脑哈，我们常用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心理学上一般来讲，我们要用智慧的大脑，既要啊有理性，又要有情绪有温度，这样呢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哈，就是让生活更加美好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学习引导哈。其实大脑关于学习也是有规律的，我这里面有个学习的信息加工图，很多同学如果学心理学的话。那么这是认知心理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大脑关于学习知识它也是啊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大脑喜欢整齐的知识，
很多人就感觉到，哎，我学习焦虑，我感觉到我这个东西不会，我就全都不会了。那实际上，因为我们说了嘛，大脑的这个工作记忆空间啊，比如说这一块哈 ，short-term memory 就是工作记忆，也叫短期记忆，它是有限的。因为我们给大脑的信号就是属于什么呀？哎，我东西不会，那很多会的东西是在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没有给它腾挺出来，他就感觉到很焦虑。所以一般做这样的工作呢，就是把他知识都给他外化，哪些是他会的，哪些是不会的，这样他就信心大增。那么再有是吧，就是这个工作记忆它这个空间是有限的，我们可以增加工作记忆的空间呢，然后呢提升学习效率啊。所以这个图比如说就是怎么这个知识是怎么进来的，怎么样被注意到，怎样被加工，怎样被记住，怎样被使用，用的时候怎么样被提取，整整一系列的过程。总的来说，大脑喜欢整洁的有规律的知识啊，喜欢整洁的有规律的知识，所以把知识结构化图制化是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的。另外还有哈，就是这个大脑还有些信号，你看有些同学他趴那儿学习，或者趴那儿坐着听，或者躺那儿学习。那我们说一般躺那儿哈，就是在我们心理学叫具身认知心理学，一般躺那儿给人一种信号就是我累了，对吧？我想睡觉。所以一般来讲，你看有很多同学躺在那儿，躺躺就睡着了。愿望是美好的，这是因为躺在这样的身体姿势给大脑的信号哈，给大脑传递的神经元的信号就是我要休息了啊，我要休息了，所以他就会就是很快就睡着了。还有趴那儿学，反正就给大脑信号就是我累了啊，我累了。所以一般来讲，我让学生进行学习的时候，首先会给大家就是坐的身体要坐直，这东西都准备好，然后给大脑信号，我准备好了要去学习哈，放松几分钟啊。那么给大脑信号就是一种要工作的状态哈。那这里面的知识很多的哈，我今天呢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了解哈，简单的了解感谢大家的倾听。